奇怪。卖叫做三卡啦！台湾人就是正人食、正人徛，无人听。不管是台青还是东游番，啥人来通知拢同款，无什么好反抗的。同胞爱团结，团结才有力啦！提起，哎，好，算我输啊！看你所讲的团结，敢有影存在？在你！啊！错了。来讲，陈良久牺牲家己，予天顶炸令牌离开西桥岭。
刷落来聊天顶，就要来拍开妖灵的大门，探访宝藏的秘密。同一个时间，乌影人的计划嘛要进行下一步的行动。一格过一格的疑问，将来安怎样发展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五回，二十八宿会的意志。哇！多谢。多谢啊。没问题。
无问题。没问题。哎呦！哦！
好。Go!
好好。好嘞，家仔。赶快叫阿姑。什么阿姑？叫做红姑粿，嘛较差不多。
死了。明白，你无提出来。阿姐，天庭，紧走！
前辈。哈哈哈哈やめろ。喂，死定的，今天你别想要出这个门。
请拜请。前辈，我无法度啦。前辈，台湾。台湾就交予恁啦。来二十八宿会只是骗局，打下病西甲清风啊，根本就是刀电的妖孽，联手要杀害抗日志士。刷落来，清风搁四界咧放风声，
和大家就是聊天顶才是三卡，一本人的走狗。啊，多田摕到三块灵牌了后，就要来去妖灵抢夺宝藏。聊天顶敢有法度阻止一切的变化，搁再洗清家己的枉屈呢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六回，期待强贼一追击。多谢啊！天昏了吧？高级会哦。哇，你无依无束呢！哈哈哈哼。